今天猫熊说竞技给大家分析林书豪发展联盟精彩首秀 NBA 发展联盟揭幕战，圣克鲁斯勇士队对阵选拔队。经过全场比赛争夺，选拔队凭借全队出色表现，最终109-104击败圣克鲁斯勇士，取得开门红。此役林书豪发展联盟首秀得到18分5助攻3篮板3抢断，尤其是他全力拼搏的比赛态度令广大球迷敬佩不已。第一节开始，林书豪连中2记3分，展现出良好手感。第一节最后时刻，林书豪先用身体挡住对方的突破，随后积极抢断造成对方犯规。第二节最后时刻，林书豪再次凶狠抢断对方发球，拼搏态度令人敬佩。随后的比赛中，林书豪又完成2次精彩的连过入人突破上篮，展现出非常不错的身体状态和进攻能力。希望豪哥能够保持出色状态，尽早回到金州勇士。